公园里捡了些皂角，用清水洗干净，然后把它们掰成小段。皂角含有皂素，用手搓一搓就有大量的泡泡。抓一把养发护发的何首乌，何首乌是强壮发根的好东西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用侧柏叶100克，灵芝片100克，皂角100克，当归100克，何首乌100克，迷迭香、女贞子、黑芝麻、茯苓、苦丁茶、桑叶、旱莲草、薄荷叶，最后再加入一袋茶麸粉，加入纯净水没过草本。老传统很简单也很麻烦，植物的精粹就靠熬，熬出浓汁和精华。要想头发好，还需继续加油，强韧发根的山茶油，滋润发丝的蓖麻油，清洁头皮的椰子油，在古法冷凝的工艺下，用这些天然植物草本和天然植物油脂一起搅拌融合皂化，得到一块充满植物能量的天然洗发皂，给发根提供营养，清洁头皮，养发护发，减少化学成分对头皮的刺激，真正的做到天然健康的洗护方式。